当差13岁的小夫妻月开销是多少呢？我们一个月花销是在8500左右，房贷车贷这些加起来差不多就5000了。他负责家里一切开销，电费水费气费，我就负责娃娃的尿不湿娃娃吃的一切。这几天我忙，他知道他就说他来做饭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用我们开电费水费，也给我们省了一笔开销。我和我老公都是省着花，不该买的就不买。他基本上不会买衣服裤子这些，虽然我很喜欢购物，但是都没有超过三位数一件东西。不怕你们笑话，我买的所有衣服裤子没有超过40块。他总是说买好的衣服来穿，我总是觉得衣服只要好看就行了，买的便宜的不喜欢扔了也不会心疼。像这一件衣服就超过我的预算了，但是它毕竟是羽绒服，一个月开销不算，觉得没多少算了，太可怕了。你们开销是多少呢？你们觉得这个开销多吗？